我刚想起来，以后拍视频是拍夕阳西下都顶 4K 给大家接上的。对呀，现在我调整 4K 给大家看夕阳，画质切。4K 的风景，结果我车开得太快。好了，废话不多说了，能看多少看多少。看看我这个摄影师的实拍能力，举着很累的。刚哥最牛逼的是抠鼻屎开车啊，抠鼻屎开车很危险的。我本想着在这个地方呢停下车，因为你知道每次追逐夕阳的时候不是都有好地方可以欣赏夕阳的境界，因为夕阳西下真的就十分钟，而我每次想捕捉那十分钟的时候呢确实很困难，因为我在不停的变化。
在刚哥的世界里，太阳落山还会再次升起。夸父逐日，刚哥在北美的大陆上也在追逐着夕阳。现在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一路向西，我们有数不尽的风光可以看。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看到夕阳，只不过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千万条，追逐刚哥的路就一条。